無敵輝け哎，有趣喽！有趣有趣，这十五，打哪三星的？我该出来就还没出来，加防哎！海克攻击，海克攻击很自在，对手防御变一百。我直接出了，出了就可以拿攻击，对，我觉得太厉害。很爽很爽，刷一张。你训练用卡片出去。结束这回合，结束。正燕，你刷那么多干嘛？对啊，我结束这回合。他就放掉这局，按了一下很重要。两个都不要。一个两个。Oh my my! Oh my god! 没在你群哦。哎呦！哎呀，这也不错哦。就不要等下召唤开了。不要给他开召唤就好了。弟弟，我还可以。你每次刷什么召唤卡？你这样胜率就很低。应该就按到。哇！哇！哎呀！哇！今天来个零呢？两个零好。零哦呀！哎，没有召唤，没有召唤啊！他没有召唤，他只有一张而已啊！他不像真燕做事做一半。大小哎！啊，完了，嗯，我要跑了。哎，真燕安一颗，真燕安一颗。屌屌！没事，等下真燕可以开召唤。去打回来。可是我记得他的这个好像到 Labor 上传的。骇客攻击。不然。我想骇客攻击啊。蓝旭，你的召唤会自己出来。哎。好死。死了死了死了。2600，挂了，挂了。之前你九颗那么多，送我一张。然后我才第一张，第二张哎。对，一颗35%。哇！哇！哈哈哈哈哈！走。拥抱冠军。哈哈哈哈哈！冠军，场外胜利了。血海。啊。想说这比赛往刚刚好，那不是错了。啦啦啦！还有去那边？是哦，哎呦，现在几点了？老板，你看一下，看他们在那边打。零一零。好痛啊！现在在哪里？
不玩了。哇哇哇！哇哦！血量最大，Homer。真的就是运动现在在下线这个是往下喽全部这张是跟我无缘啊永远跟我无缘就对了哦排水要收一下哦火车呢这边很杂哦不你下礼拜六你要几点睡？还没决定，一起去啊！别打我车。对啊，我们坐火车。带我，带我，带走喽！溜溜球喽！就讲好几点，然后我们坐一台一起去就。OK。三皮。去哪里？台北嘞，礼拜六嘞，那天比赛的。有人哎，你可以去录影啊。我可以啊，可以骑车啊，礼拜几？骑摩托车很远嘞，要两小时哎。摩托车也是可以的，那你要不要而已。我的摩托车很累。你在你家啊？我知道在家。如果可以也可以。哦，累啊累啊累啊。火车听起来比较好。火车在捷运在转。对啊，一下就到了。啊。坐火车比较轻松的了。嗯，比较不会累。对啊，骑车太累。骑摩托车一小时半到两小时。啊。还会等呢。我自己好骑我那辆摩托车从中立骑到那个湖口再骑一骑什么。我说这屁股真的会坐一坐坐到会痛。下礼拜六日的礼拜天，我家庭。感动啊我中间都要休息对啊我就不相信有人会比我贵的那个高雄的他要跟你发电锅霸晨晨哦三个加我三个人不行啊再摸摸一点不去拍照忘记什么比赛了？九尾那个啊，你们看到那个六十五怪客？算了，到什么时候？到几点？一点半开始。那大概是晚上了。载着我心爱的小木头。阿巴蒂，阿巴蒂，鸡，嗯，阿巴蒂没有拍。可以去他放一个小时。一点去，一点然后一点开始，那早饭到。就差不多集合了，开直播。我没网络开什么，我连网络借我。好。没有，我没有直播了。再来一集。直播哦，那很累耶。那我要把传说删掉，跟传说删掉。先跳红墙布。礼拜六早上，
在八点九点集合吧。我大概时间是这样，嗨啦。在火车站集合吗？对。靠边。对，这是上上礼拜的，这是今天的工作没有。但这个能，哎，没有法，我也没有手套。哎，没得拉就还有机会，开步的话，没得拉也是输啊。第一他没有得拉，你一个2000、2800一千多，哪有会赢？对不对？好了，香槟领领啊，走了，兄弟们。